鼓队上台演出，动作姿势都很到位。参与演出的志工曾德利说，刚开始他一点信心都没有。我拿到那个指谱，我一看，我完全都不会的，也没有听过，然后就这样，从音乐就一直听，一直听，听了可能50遍，我才会一点点会唱。半夜不能睡，我起来打鼓，我起来学，我想说我只有勤能补拙才能够跟得上大家的脚步。但这是一个承诺，承担就有力量，大家彼此鼓励，一遍又一遍练习，终于完成任务。正在参加培训的杨天坤70多岁了，刚学手语有一点吃力。今天比这个手语，比这个含义很重，很有意义，比这个比是一颗种子。他用心努力跟上节拍，就像上人说的，有心就不难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中部综合报道。